好，这把做10分钟啊，4分钟的虐待。其实我发现啊，现在雅虎的球虽然也不弱，就是可能三黑或4黑的那一种，其实比路虎的排位还要强一点。我说实在话，那个三黑四黑啊，跟这种路人曲啊，不是同水平的。啊，甩得高，然后再打一刀。那个爆点是亏丑啊，不用想。等下翻板再攻。这就是100趴必勾到，然后有第二次啊，直接挂第二次，游戏就结束了。那地下室的话，第一张跟第三张，应该说第一张、第二张还有第四，他们挂了之后能放谢血的位置不一样。这是挂第二炸，第一炸也可以，就是门口这里可以发一个。对，大概是这样。那你说发第三、第4炸，这个门口不能放吗？好像也可以，可是我要祭祀那也不能放。哇哇机，有兴趣的可以稍微看一下。就是看一下，可以去稍微试一下，就是挂第一、第二个、第三、第四，谢奇能摆的位置不一样，然后这里直接传，刚好交互币打一刀，买一送一，直接挂，奥米拉不用怕，直接杀出去。哎，忽然没有那个，哎，哦，我在这里，先勾回来，然后打一刀卡位。这画家肯定一脸问号。如果他直接抽，他比较躲的话，都比较好。抽一下耳鸣触发在墓地，依照他刚刚修好鸡的位置，然后一大概猜想他怎么跑，就可以知道。没有过来。好，那么这里他已经放弃了，他表示队友都没救了，这游戏怎么玩？